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大家好，我此刻呢就是在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展馆中心，然后今天带领我的团队呢，我们六个人来到我们的展馆中心。那此刻我相信大家能看到这个是在展馆的这个大厅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个人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创立以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团队确实很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当然没有最完美的团队。所以我觉得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那我觉得每个人发挥他的优势，然后来到了这个莫斯科，我们前去去拜访。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深知，我们已经从2010年开始布局海外市场，到至今已经有14年的历史。那么在这14年当中，我们拥有很多当地的这个俄罗斯的这样的朋友，但是其实语言的不通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那当然，我也有一些小小的想法和规划跟大家在这里做分享。我觉得特斯拉未来肯定会在扎根本土啊，就是比如说有本土的海外厂，本土的一些这个销售品牌。那我也很想看到视频的你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团队，这是其一。其二呢，我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当然我们的小伙伴有些人在问，我觉得未来我们的规划，科威纳它不仅仅是一个做一个阀门的一个工厂，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完成我们的一个产业链和生态圈。那这个产业链里面呢，我们不仅仅有规划呢，我们可能会做到所有的工厂里面。然后甚至做好我们的一些服务和生态圈服务一系列的东西，并且我们可以带着我们所有的上下游的产业链来完成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参展啊，包括一些物流，包括一些当地的这些客服和售后人员。那与此同时呢，不管你现在在身在何处，任何一个国家，我觉得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如果你对我们科威纳工业的产品非常感兴趣啊，也欢迎同时欢迎加入。那在这里这个视频我也想呼吁，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的华人，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一份还不错的工作，那你在那个国家是否可以开发我们科威纳公司的这个工业的一些产品，也欢迎随时跟着。那同时呢，我觉得科威纳不仅仅是一家工业的一个产品，它更是一个像大家庭一样的，大家可以一起来把这个家经营好。个人觉得钱一个人也是赚不完，我觉得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啊，我把我的资源都可以传递给到大家。那可能很多小伙伴在问，那科威纳在海外的这个优势是什么，或者是他已经做到什么样的地步？那科威纳目前已经拥有全球100多个国家，那甚至已经有多个国家不同的一些海外人员销售在当地。我也很希望，不管你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也好，或者是一个销售这个行业的销售者也好，我也很欢迎你的加入我们的发展。我深知就是科威纳一家独势的力量绝对是不够大，所以我也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一起强大。那最后呢，我想祝福大家未来的日子都越来越好。